那么今天呢，要邀请到几位港星的哦。对于港星呢，我们要有爱来出发点。对对对，在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哎呦，香港的这个演艺界侵略台湾的，对不对？那但是你用爱的出发点，就会发现，香港人他们的，不论是创作，他们的表演等等啊，还有感染到一些不同的这个，受到西方文化的感染，但是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就变成了大家互相切磋，今天要介绍几位亲善大使跟大家见面，都是美女啊，哎呦嘞，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首先介绍一位，黎姿小姐，哎呦，看了香港人开门了。跟台湾人不一样，他是往外推的。来，请进，请进。不是我，我在里面，我不相信叫我吗？你妈妈来了，伯母，伯母可以一起来。妈妈有来吗？有啊，有很多人，我很多妈妈在里面。哎呦哎呦，上次金钟奖的时候曾经上过我们节目，对不对？是啊。那个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他，对，今天说他。还有两位，梁佩玲小姐。哎耶！嗨，你们好。这也是第二次上我们的节目了，第二次，第二次。上次来我们节目玩了什么游戏？我忘掉了，还记得吗？有玩一个什么？猜哪一个是你偶像？偶像。猜哪一个是沙茶酱啊？第三位介绍的是蔡少芬小姐。大家好。摆干好了。他们三位都是香港目前炙手可热的美女，对，而且都是这个港剧连续剧里面的女主角啊，也是这样。那她曾经演过什么样的戏啊？她的戏啊，我有《风之刀》啦，还有《如来神掌》《摩登傻琴》这。我听得懂《如来神掌》，《如来神掌》我听懂了。第三个是什么？《摩登傻琴》啊，魔刀侠情，那个刀是魔刀、恶魔的魔啊，是本来就会武功的啦。这部我不懂武功的。哇，这部连续剧里面他不懂武功。是啊是啊。我是说你本身会不会有武功啊？我本身不懂的。不懂武功，可是打起来那是漂漂亮的，都是替身啊。不是啊，很多是我自己的。有替身啊。不过有很多都是我自己做的。吊钢丝自己背吗？有，因为有吊威亚。威亚就是钢丝的、他们讲威亚，威亚，还有吊乳牙。那吊钢丝的话，你们香港吊钢丝是勒的腰上，还是勒这个？在这里，这边哈，有。我以前也吊过威亚，就是那个师傅那个板子太宽了，是就绑这边的，那一吊我的两个腿这样，就飘过去了，好像一只青蛙大侠的。三位美女只能用几句成语来形容啊，这个手如柔仪，柔仪，哎呦，手很漂亮，我们来举起来，我们大家看看，哎呦，不错不错，肤如凝脂啊，凝脂啊，哎呦，哎呦，就表示皮肤都很漂亮，很嫩，齿如护膝，你们懂吗？都是漂亮的东西，懂的。对对对对，颈如天鹅。哎呦，天鹅，女孩子是颈子长好看。可是她的颈子包住了。是粉红的。粉红的颈子，那就颈如天鹅啊。君的脚呢？脚如竹笋。春笋，腿如春笋。腰呢？腰如鳗鱼。哎呦。对不对？那我再问你们三位一个问题：女人照镜子的时间比睡觉还长，女人上美容院费用比立法院预算还惊人。哎呦，女人逛街的体力不输给马拉松选手。哇，这是真的。这就这几点，你们三位有什么意见吗？我觉得最好的不是马拉松哪个？马拉松，马拉松啊，是哪个马？这马拉松的就很蛮恐怖，就会咬到以后会肿起来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去看公司的，去逛公司的，逛，因为我觉得晚上是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麻烦，逛街是很麻烦，非常辛苦。被你们讲到老年痴呆症快产生了，对，我看你们三个在讲话有点少女痴呆症。女人照镜子时间比睡觉时间长，同意吗？
同意。同意啊。真的吗？你照一照要照多久呢？但是我不用，因为我太漂亮了，不用。不用长的叫垫子了，不用了。我喜欢睡觉多。他喜欢睡觉。嗯。现做一个现代的女孩子，怎么样来打扮自己？我最重要的是头发啦，跟着是好熊，还有眼睛，还有衣服。这是我最重要的打扮。打扮，那打扮自己是不是很重要呢？很重要，但是我的最重要的是清洁。清洁。光整。干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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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打扮的要干净而清洁。我是头发。你觉得头发比较重要？奇怪，女生都很注重头发，都好像一头秀发一定要保养得很好才是很美，而且头发代表了气质的展现。他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这个自己的头发，对，都很美啊。所以我们准备了三套这个假发在这边，要看看他们三个人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身体力行。来，请到这里来，请到后面来。这是我吗？一人选一个，然后怎么样呢？打辫子，绑辫子，绑辫子，你们想绑辫子吗？我懂。扎辫，李子，你知道吗？扎辫，绑几多？扎辫，一个人扎两条，扎两条啊？是不是讲两条？两条，广东话怎么讲？一个人扎两条辫，一个人扎两条辫，大不大？两条太熟了，好，两条，三条个时间都没搞了。这个讲的是不是广东话？时间不够，时间不够，时间不够，三条呢？时间不够了，得不得？很好啦，来，开始，开始，扎两条辫，扎两条辫啊。我们先看这个，这个拿过来，扎辫已经 OK 了。梁佩玲扎辫，哎呦，这是两坨啊，两坨辫，两条辫，两坨啊，两团，因为扎辫呢，它其实是变成要有个辫子编去的，对不对？它没有编的，它就是这样绑起来而已，好吧？因为它是因为它的头发不听话啦。好，看到了，一致的。哎呦，它起码还有编到，而且两边不一样。哎呦，而且中间还都空，这边只有只一共三股，这样穿一次它就扎起来，这边穿了两次扎起来。好，那麻烦拿着好吧。哎呦，先看这个头发前面像倩女幽魂一样。不是啊，他的辫子不是开玩笑，就扎的比较好一点，扎很多股，而且还翻上来，而且还是卡子，这样有形态。哎，那把那个卡子先拔掉。不会，好。好，他们三个人谁扎的比较好？掌声给他鼓励。对，送！哎呦，他搭得好，我们就要送了，对，要送了，来，这个送给你带回去。哎，今天非常谢谢他们三位美女到我们节目里面来，也是为了响应我们这一次跟民生报主办的这个十大这个港星港剧的这个票选。哎，好不好？非常谢谢你们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希望常常可以到这里来，把一些美的资讯带给我们观众朋友，好吗？好，掌声给他们鼓励，谢谢，谢谢。休息一下，继续欣赏我们的小心撞地球。